满着机遇与挑战的场地，在这里，你将和时间进行残酷的对决。面对挑战，是征服还是放弃？等你给我们答案。欢迎来到中白超人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震撼一条龙的全新时间类游戏节目中百超人。没错，这里是一个你从未见过的游戏类节目，在这里我们将考验你的智力还有耐力。是的，要记住了，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如果说你紧紧地抱住了时针，完成了一圈的转动，但是一道题目没有回答正确呢，那也是徒劳无功的。是的，我们的节目非常简单，只有两点需要注意。第一点就是紧紧抱住我们的钟摆，第二点就是要回答对我所问你的问题，非常的简单。是的，这是一次智力和体力的考验。那现在呢，像大家生活的压力比较大，学习的节奏呢也比较快，不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跟我们一起快乐解压。没错，想要快乐吗？想要成为我们的钟摆超人吗？到底怎么玩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的 Freezer VCR。选手双手抱住指针进行游戏，在指针转动的范围内回答主持人提出的问题，每答对一道题目将获得相应的奖金，如选手在游戏过程中从指针上掉落，则奖金清零。好的，看完我们的规则，我相信很多人都蠢蠢欲动，马上让我们期待一下今天选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。有请今天的第一位，有请。好，这是太紧张了吗？拿着话筒，再来打个招呼啊！大家好，主持人好，我是今天的一号选手，我叫徐庆健，我今年23岁，来自江苏盐城，我毕业于南京人口学院工商管理系，谢谢。好，说的好全面啊！今天穿的感觉特别的春天，特别的运动，很阳光啊！平常爱运动吗？对，看我这个穿着，就像一个足球运动员嘛。非常喜欢踢足球，对不对？对对。有没有喜欢的哪个球星？跟我们聊一聊。C 罗。C 罗为什么喜欢他？因为感觉他在球场上特别特立独行，而且有那种霸气，很霸气，而且重点 C 罗很帅，哎、对不对？对。但是你也是希望像他一样有霸气。对。那你会不会学这个 C 罗的经典的动作或者造型？庆祝动作吗？庆祝动作可以吗？进球之后的庆祝动作。就这样，对就很无奈，我怎么又进球了？对就是这种意思，就这种霸气啊、所以说呢，今天来参加我们中百超人的挑战，自己在下面有没有分析过我们这个节目？这个只要双腿，只要全身发力，应该还好吧？只要全身发力，应该还好。所以说，你对自己的体力是充满了信心。那你觉得，如果来参加这个游戏的话，对你来说什么最难？可能到下面6点钟方向最难吧。6点钟，因为那个时候整个人是倒立着的。对。那还有一点比较难，就是你所有完成之后，一定要记得你要答对题，才可以拿到我们的奖金。对，这当然。好，那今天在这里对自己马上接下来的表现有没有这样一个预计？觉得自己能答对几道题？我答对5道吧，差不多。答对5道题？答对5题，要求挺高的了。还好吧，必须像 C 罗嘛。必须像 C 罗一样，哎呀，5道题，这比帽子戏法还要厉害了，是不是？那接下来就一起期待你的表现，加油！来，请就位。好的，徐庆健已经来到我们的升降机上，看样子对自己很有信心。刚刚他也说了，对他来说最难的可能是在6点钟的方向。好，刚才他告诉我们自己这一轮会答对5道题。究竟完成怎么样呢？徐庆健，现在站在上面的感觉怎么样？好像比我预计的有点高啊。比你预计的要高，在下面看上去还好，自己站在上面再看看下面就觉得有点高了。对。这个时候教给你一个办法，不要往下面看，你看一直在看下面，目标直视前方，或者一会儿如果觉得太害怕的话，可以把眼睛闭起来，这样可以专注的听我告诉你的题目。好。徐庆健现在已经准备完毕，抱紧了。别松手，钟摆超人 Let's go。 请听题，请问第一位专职青少节目主持人，曾主持过七巧板节目的是什么姐姐？金龟子姐姐。错误，菊萍姐姐。请问代表作有背影的中国著名文学家是谁？老雪曼。错误，朱自清。
请问茶馆、四世同堂等经典作品的作者是中国的哪一位文豪？老子。回答正确。请问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中的冠军球队是哪个国家？2002年巴西。正确。请问1998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冠军球队是哪个国家？法国。正确。请问在扑克牌的四种花色当中，除了有黑桃、梅花、方片之外，还有哪一种花色？红心。什么？红桃。正确。请问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的底色是什么颜色？白色。错误，绿色。请问时间到，恭喜徐清健完成了我们的挑战。你知道其实他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呢并不是太顺利回答题，但是一旦出现了体育题关于足球，他每一题回答都正确。哇，果然是喜欢足球啊，对不对？徐清健，你知道你回答对了几道题吗？四道。你在上面转一圈还能记得自己回答对了几道题？脑子很清楚，恭喜你回答对了四道题，可以带走我们400元的奖金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还好，有点累，就是有点累，对，但是值得的，400元的奖金送给你，谢谢，恭喜徐清健。好的，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下一位选手，有请。是一位很可爱的女生，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主持人好，我是来自南京林业大学大四的学生，我叫张如雪。张如雪现在已经大四了，对，学习什么专业？学习的是日语。日语，对，有没有想过未来要从事什么工作？日语翻译吗？可以啊。之前呢其实来参加过我们的节目是吗？对，之前参加过数字宝贝，主持人看我脸熟不熟？当然了，我们刚刚在后台的时候就说，哎，他怎么来了，是我们这次的钟摆超人，真的是吸引了很多老朋友重新回到我们的舞台。对，那今天来参加我们这次钟摆超人的挑战，对自己有没有信心？因为是女生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好高好可怕。我跟你说博源，这个对他来说他可能没有信心，但是你说如果是让他做他自己特别擅长的，因为他平常休息的时候都会有兼职做一些模特，来我们节目也做过数字宝贝。对，你如果让他来什么可爱舞连拍啊，或者做一些平面的造型动作，他真的就特别擅长。哎呦，那一会儿这样子，如果说你升高到我们的钟摆上面，在那么高的高度还可以做可爱舞连拍吗？这我现在尝试一下。现在先尝试一下，请准备可爱舞连拍，5 4 3 2 1。好啊，看来在下面还是很轻松啊。有没有感觉自己放松一点？感觉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放松好多。那你把它当成你自己最擅长的好了。你把那个柱子可以想象成你平常你最喜欢吃什么，还是有什么最喜欢巧克力？你就把它当成巧克力棒好了。哎呦，这么大巧克力棒要吃多久？好幸福啊！可能要吃好久好久，特别幸福了。对，抱住它，有这种幸福感觉会好很多。那好，我去抱住我的巧克力。好的，去抱住你的巧克力。请就位。很可爱的女生啊，不知道她一会儿站在上面的时候会不会还这么可爱这么淡定了。没关系，她已经把我们的钟摆想象成一个很大的巧克力棒了。你知道吗，随着这个升降台往上升，她那个脸上的表情就越来越没有刚刚那么自信，笑容笑得那么灿烂。不敢上去吗？来来来，先迈出自己的第一步，很好。哇，抱紧了你的巧克力棒。巧克力巧克力。张雪，你现在站在上面感觉怎么样？我一点都不幸福。好的，哎呀，那现在呢就要靠他自己来调节来缓解了。张如雪准备好了，抱紧 了，别松手，钟摆超人 Let's go。 请听题，我国哪所百年高校的樱花景点最为著名？南林。错，武汉大学。请问苏轼《赤壁赋》当中所书写的文赤壁出现在哪个省？山东。错误，湖北省。请问著名的旅游景点象鼻，哎呀，好遗憾呐，第三道题的时间落水了。女将，但是成绩还是不错了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好轻松，好轻松。对，
开心，摔得很开心。哎，摔下来那个时候会有害怕的感觉吗？没有，一瞬间很痛快，一瞬间很痛快。他那一瞬间感觉解脱了，我跟你说。因为刚刚我们都在念题目嘛，都在看题目，然后我就听到旁边啊一声，哇，掉下去了。好，没关系。我们刚才一直都在讲张如雪最擅长的就是摆造型，对不对？今天马上也要离开我们的钟摆超人了，还是要把最美好的一面留给大家。是，现在可以摆个最轻松的造型，因为刚刚在上面让他幸福，他说没有办法幸福起来，现在应该可以最轻松的了。来，再摆一个造型好不好？哎呀，好可爱，特别甜美，特别可爱。也谢谢甜美可爱的张如雪，谢谢你的参与。谢谢，休息。其实真的就像他说的这样，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真的是一个轻松解压的好方法，特别是掉下来那一瞬间，可能真的会有这种放空的感觉。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也想参与的话，记住我们的报名热线02585431818，也可以编辑我要报名发送到13372002818。是的，这里是钟摆超人，我们期待你的精彩表现。好的，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下一位选手，有请。哎呀，又是一位女生，欢迎。主持人好，大家好。嗯，你好，来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叫杨一林，然后今年23岁，来自苏州，然后我现在是一名大四学生，学的是市场营销专业，然后今天第一次录节目，非常紧张。非常紧张。但是我觉得她笑容笑得还挺开心的。那你知道吗，你一上场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点担心，因为杨一林看上去太瘦了。哦，因为之前可能也是因为练体育的话，而且我本身就是可能肠胃吸收不太好吧。之前练过体育啊？对。练的什么项目？哦，我之前是在学校里面是体育委员嘛，然后也参加校运动会，然后主要擅长的是跳远。跳远？哎，对，真的是瘦瘦的跳远还是可以的。我就看他的第一眼的感觉，我绝对不会把他和那种体育好的女生就是搭到一起，因为我觉得体育好的女生应该都是还算比较结实，然后看上去，然后晒的皮肤黝黑啊，他就是白白净净的，然后高高瘦瘦的，体育还能做体育委员啊、因为之前是在高中里面体育比较多嘛，现在在大学里面嘛，然后学习嘛也还蛮紧张的，所以我现在体育这一块也不怎么练的。哦，但是锻炼身体要始终坚持下去，对不对？今天来到我们舞台也算是一个机会了。嗯嗯嗯，是。那进了大学之后有什么爱好吗？进了大学之后嘛，其实其他的还好，然后也喜欢就是看看电视，看看电影，然后逛逛街。我相信所有的女生应该都挺喜欢这一块。但是你的同学们说，你除了喜欢这些，你还喜欢帅哥哦。是。他也可以用刚才那句话回答你啊，我觉得所有的女生都会喜欢帅哥啊。你最喜欢谁？哪种类型的？像吴彦祖这一类型的。你往你的右边看，这款可以吗？哦，不行，他。啊你干嘛要这么直接？这么干脆？为什么？给我点面子好不好？我比较喜欢 muscle man。对我们今天挑战有没有信心？有，有信心。好，有信心就好。来，请就位。哎呀，杨一林摆了一个超人起飞前的动作。是，这个是我们的 super girl 哈。嗯。那不知道今天在我们的钟摆超人的舞台上，杨一林会不会成为女超人呢？好，我们的升降台慢慢的升高了。哎呀，他吐了一下舌头。通常女生吐舌头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点担心和害怕还是什么？会有啊，感觉挺高的，有点害怕。有一点点害怕啊、跟你平常在运动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完全不一样。那个是你可以驾驭的，现在这个是有一点会担心的。对，腾空的话我就有点害怕。之前是练跳远的嘛，说不定以后回去练练撑杆跳啊，对这种高度应该没什么问题了。杨一林，你平常像这种臂力啊怎么样？握力还好。握力嗯，握力还好，臂力的话没有测过。那你本人呢，是那种就是特别有意志力的人吗？是还好吧。这个对意志力的要求也挺高的，因为要坚持60秒的时间呢。希望我能坚持下去。也希望你可以坚持住，加油啦。嗯，好，杨一林准备好了，抱紧了，别松手，钟摆超人 Let's go。 请听题，动画片《葫芦娃》和《葫芦兄弟》是死对头的女妖精是什么动物变的？蛇精。正确。请问太阳系当中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是哪一个？火星。错误。水星。请问 NASA 是哪个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标志？美国。正确。请问2012年欧洲杯上踢出八神天勾一球的巴洛特利是哪个国家代表队的球星？巴西。错误。意大利。请问 NBA 当中原洛杉矶湖人队的，哎呀，果然是在6点钟的方向。
妙哎，直播间就那样，六点钟的时候一下子就掉到曲子里了。反正刚才的话，可能因为也是衣服有点滑吧，然后自己实在是坚持不住了，然后就掉下来了。就关键还是臂力是吗？就是坚持不了了，非常遗憾，很遗憾。那刚刚其实前面完成都还不错了，特别是答题。其实我很想坚持下去的，但是实在是手上力气不够。其实就像杨怡琳所说的，之前可能锻炼体育啊，锻炼身体比较多的是之前在高中的阶段，对不对？可能到了大学之后，这一块就有一些荒废了。所以说今天通过我们的挑战，还是要告诉你的是，锻炼身体一定要坚持，对不对？好的，也希望你可以坚持下去。谢谢，谢谢怡琳，谢谢怡琳，休息一下。好的，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。有请。大家好，两位主持人好，我叫岳良，来自徐州，现在在南京上学，学的是自动化专业 IFC 维护。KFC 维护啊、哦、不对是 IFC IFC IABCD 的 I 那是 A 这个 AFC 是什么？就是全称呢，它是自动售检票系统，就是像我们坐地铁会要买一个票，就是如果没有公交卡的话，会买那种票卡。像我们的专业呢，就是负责维护那个机器，还有就是那个进门的炸鸡知道吧？就是那个鸡腿嘛，放进那个油里，炸，就是炸鸡。对。刚岳良上场的时候，我有注意到他，但有点小紧张，就是这边脸都会有点抽搐。对，今天是第一次上节目嘛，所以还是有点紧张的。没有关系啦，这你觉得是中摆难，还是你去检修那个炸鸡难呢？现在也不是很清楚，但是我感觉战胜自己最难。站上自己的，哎，这句话说的真是对的。对，那我觉得岳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，看他人高马大的，对不对？这是夸人吗？人高马大当然是夸人了。是的。那你体力怎么样？体力吧，就是经常，就是现在一直在坚持晚上跑步，还有做俯卧撑之类的，在宿舍一直做。那接下来就要看你在这钟摆上了，今年有没有规划能拿走多少奖金？这我也是我朋友介绍来的嘛，他说要挑战一下自己，确实很刺激这个东西。所以呢，我也想来战胜一下自己嘛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挑战自己是最难的。挑战自己最难的。对。今天如果挑战成功拿到奖金的话，你准备怎么花？请你那个朋友吃一顿。我要请他吃饭，因为他介绍你来的。对。好，那接下来朋友能不能吃到这顿饭呢？就看你的表现了。月亮，请就位，请就位。哎呦！节省体力，节省体力。好。它是活。热身运动了。活动一下，松松筋骨，然后热身运动要做好。它真的是做足了准备啊，袖子也撸上去了，裤腿也撸上去了。那接下来对你来说，什么最重要？你觉得？坚持。坚持最重要。对。坚持的同时，别忘了要好好答题，好吗？好的。月亮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报警了，别松手，钟摆超人 Let's go。 新听题，请问我国80年代千元级的新三件指的是洗衣机、电冰箱和什么？微波炉家务电视机。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百元级的老三件指的是自行车、手表和什么？自行车。家务缝纫机。前休斯顿火箭队的队员姚明的队友被称为福老大。哎呀，好可惜，还没有到第三题。月亮到底怎么了？手上都有汗，还是比较紧张嘛，身上都是汗，对，就是一下子就滑下来。就你是属于那种一紧张手心就会出很多汗的。对，出点汗，所以太滑了就。对，你别紧张啊，但是可以理解，第一次上电视可能没有办法克制自己这种紧张的心理，这也算是一种自我挑战了。希望下次的时候你可以放轻松来，好吗？轻装上阵。好，也谢谢月亮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月亮。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下一位选手，有请。大家好，我叫李亚文。好的，欢迎李亚文。哇，好可爱啊，今天穿的好运动啊。平常爱运动吗？还好。你现在是学生吗？现在是刚工作。啊，刚刚工作。在从事什么工作？是在医院。医院还有护士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是医生。哎呀，医生是中医还是？中医。从事中医。学的中医专业。说到中医的话，我们可能都会想到说望闻问切嘛。对。你可以吗？
对，当然可以了，这是我们专业。好，那你先来看一看陈超有没有什么隐藏的疾病。我可以帮你来帮我看，可以。左手右手，男左女右嘛。完了，我没有脉搏。是，那脉搏还是比较好的，就是一般女性的脉搏都会比较细弱。嗯，虽然还是估计也现在比较紧张吧，还是跳的比较强的。嗯，因为我们在现场都特别兴奋啊。对，因为她是女汉子，所以说会强一点。我怎么就女汉子？好啦，今天呢也是很高兴啊，李亚文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。因为平常的话，如果看病人的话，一天要看那么多病人，其实压力还挺大的，因为毕竟是跟健康有关的嘛。对，所以今天来放松。今天到我们节目当中尽情来减压，你觉得自己会不会落到这个池子里面？应该不会。应该不会。哎，好有信心啊。但是我看你这个真的可以吗？要给自己信心嘛。有底气就是好。好的，加油啦，看你表现。来，请就位。很漂亮很可爱的女中医啊，今天也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，希望来减减压放轻松。李亚文，哇，现在感觉有点像运动员呢。还是有一点紧张。好，李亚文已经来到了我们的钟摆面前，准备好了，请听口令，报警了，别松手，钟摆超人 Let's Go。 请听题，请问周杰伦导演的《不能说的秘密》是和哪位以清新气质出名的台湾新生代女演员合作的？桂纶镁。正确。请问理性纯洁的精神恋爱又被人们称为哪位哲学家式的爱情？柏拉图式的。是什么？柏拉图。正确。请问扑克牌当中的 Q 代表的是什么？皇后。正确。为了纪念1919年5月4日中国学生爱国运动而设立的节日是什么节？五四青年节。正确。请问中国内地习惯把六月的第几个星期天作为父亲节？第二个。错误。第三个。请问北京时间与英国格林威治时间相隔多少个小时？12个。错误。8个。请问古代的三更指的是现在的午夜11点到几点？不知道。凌晨1点。请问 QQ 密码最多能设置多少位字符？时间到。恭喜李亚文，哇，好棒啊，你超人诞生了。亚文感觉如何？我的手感觉还不错。他刚刚说，哎，他的手，刚刚手是紧紧的扣住了，是吗？就凭借着自己的毅力，也是坚持到了最后。李亚文回答对了4道题目，所以我们有400元的奖金要送给你。恭喜李亚文获得我们400元的奖金，同时成为我们钟摆超人的一位女超人，恭喜！我觉得女孩子特别不容易，而且她还答对了4道题。是，所以说我们这个舞台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参与挑战，不管男生还是女生，只要你想成为我们的钟摆超人，都可以打进电话来跟我们进行参与。是的，我们的报名热线是02584318188，也可以编辑我要报名发送到13372002818，我们的舞台永远欢迎各位。好的，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下一位选手，有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做陆雅倩，我今年22岁，我来自江苏省张家港市，我毕业于南京邮电大学，谢谢大家。啊，现在已经毕业了。还没有，其实是大四，即将毕业。即将毕业，那这一年对你来说也会特别的有意义，因为马上快到毕业季的时候，会比较的伤感。对，因为会很舍不得我们的同学还有老师。抓紧时间，因为马上开始要工作，之后可能就没有这么多时间了。所以今天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体验一下，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啦。对。那倩，你平常有什么爱好吗？我刚刚他一出场的时候，我首先先看到的是他的鞋，我觉得好好看哦。就我平时就比较注重这一方面，我比较喜欢穿衣服啊，搞搭配这些，然后我们宿舍的同学也比较喜欢跟我一起去逛街啊，让我帮他们挑挑衣服什么的。所以像她这样的女生应该会特别的受欢迎，因为女孩子逛街嘛，都希望有一个参考的对象。对， 有人帮着出主意，因为有的时候会有这种选择综合症，就 A 和 B 我不知道选哪个。那今天来挑战我们的钟摆超人，自己有没有信心？
啊，信心肯定得有，但是能不能到最后我就不敢保证，但是我会尽力的。因为搭配衣服是比较安静的啦，就是看你的眼光，这个其实还蛮考验你的运动能力，运动细胞发达。啊，还好，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也是参加过校运会嘛，然后最擅长的就是跳远。好的，腿长脚长也是有优势的，接下来就看你的表现了，倩倩加油。 Yes， 来，请准备。好，卢雅倩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升降台上，信心满满的一位选手。平常呢很会搭配衣服，也是同学们特别喜欢的好朋友。今天哇，你看他这个架势开始撸袖子了，哎呀，真的是有挑战的感觉。倩倩好样的，觉得女汉子的一面展现出来了。刚才也说了嘛，别看他文静啊，他也参加过校运会，参加过跳远。接下来哇，他一站到那个柱子上，表情瞬间就变得好严肃哦。倩倩，你是什么感觉啊？还好，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都会尽力坚持到最后一秒的。好的，也希望你可以挑战成功。倩倩准备好了吗？ Yes， 抱紧了，别松手，钟摆超人， Let's go。 请问歌剧《图兰朵》采用了我国哪首民歌的旋律？茉莉花。正确。请问凤阳花鼓是我国哪个省的民歌？安徽。正确。请问姚明在美国休斯顿火箭队效力时穿着几号球衣？11号。正确。哇哦，请问贝克汉姆在参加2006年世界杯时的球衣是几号？21号。错误，7号。请问《红楼梦》当中，他跳下来之前还给我们一个提示的声音。哎呀。觉得自己要掉下去了是吗？因为我的手已经握不住了，就手开始滑了，就没有劲了。其实不管怎么说，我觉得陆雅倩今天的答题还是很棒的。我们这么多道题，大概有5道题她都回答正确了，而且涉及的范围还比较广。你像有歌曲的，还有这个体育类的，她每一道都可以回答正确，就后面贝克汉姆那个稍微出了点问题。如果说她要有这个体力和这个毅力能转一圈的话，我觉得她可以拿走高额奖金的。你自己会不会觉得很可惜？啊，可惜，还好吧，因为我已经尽我的努力了，我没有后悔，也没有遗憾。好的，好样的，也谢谢倩倩，希望你经常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，好吗？拜拜。休息一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认识下一位选手，有请。大家好，主持人好。你好，来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董文涛，来自江苏省，陶都宜兴。哎呀，你连来自哪里都忘记了。他要先想一下他的家乡是陶都。刚刚说话的时候感觉你好像有点没睡醒。哎，因为最近感冒嘛。最近感冒，天气有点，天气有点变凉了，声音也变了。那感冒还来参加我们的挑战，是因为带病前来，我们的奖金就这么大的诱惑力吗？对。好，今天来到我们的钟摆超人，有没有自己的梦想？有。告诉我们什么梦想？第一个梦想就是拿到你们的奖金。这个肯定的。第二个梦想就是和超姐合影一张。哎呀，和自拍界的女王合影一张，我跟你讲，不虚此行，手机都准备好了。来，那你要准备好，可能会被我抢镜的。不可能。不可能。哎，好，来，3、2、1，漂亮！来，我来看一下，表情真的是要好长时间啊，怎么样？哎呀，这俨然一对失散多年的姐弟嘛。这自拍太有秘籍了，你知道吗？女孩子怎么减龄啊？我就不太告诉别人的，因为每个女生，特别是女孩子，一群人一起拍照的时候，都希望成为焦点。嘟嘴，绝对可以让你减龄3到5岁。哎呀，对，那你有没有什么诀窍？他讲的是嘟嘴，你的诀窍是什么？微笑吧，微笑。对，因为我平时经常路过有镜子的地方，我都会停下来照一下自己，微笑一下。对，微笑一下。那也希望你可以保持这个微笑，一直坚持到最后，好吗？刚刚你的第二个梦想已经实现了，现在就要看第一个梦想能不能实现，看你的，请准备。来，请就位。好。董文涛来到了我们的升降机上，我相信刚才的自拍，陈超你一定给了他力量。哎呀，潇洒，就是要有这种拼劲和冲劲啊！
好的，紧紧的握住了。调整好自己的姿势了吗？抖音号已经准备好了，抱紧了，别松手，钟摆超人 Let's go。 听题，请问跷跷板、剪刀、杠杆的设计都运用到了哪个物理原理？支点。错误，杠杆原理。请问斜插在水中的筷子变弯了，这是由于光的哪种？正确。俗话说君子爱财的下一句是什么？取之有道。正确。俗话又说知错能改的下一句是什么？善莫大焉。正确。请问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，是白居易的哪首长篇叙事诗当中的句子？我不知道。奏长恨歌。请问东晋著名史学家甘宝写了哪本志怪小说，开创了神话小说的先河？我不知道。搜武搜神记。历史上汉高祖叫什么名字？我不知道。这个也不知道。刘邦。请问清朝太平天国运动的哎呀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。天哪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他还要自拍，他在下面这个泡沫池里边说他还要自拍一下。好了好了，让你拍个够。确实像他一样，他说他自己自拍的时候就爱微笑，笑的倒是挺甜的。来来来，哎呀，今天彻底玩高兴了。好可惜，你知道吗？刚刚他已经到了十一点钟的方向。就差那么一点点，你知道你再多坚持30秒钟，不用30秒，5秒钟，你就可以把奖金拿走了。而且你之前回答对那么多道题，很遗憾。而且你知道吗，他是我们在舞台上最有底气的一个选手，因为他讲不知道的时候都很有底气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就好像我不应该，我应该不知道一样。哎，我再问你，汉高祖到底叫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他就再霸气一点，我跟你讲，我再问你一遍，汉高祖叫什么名字？我不知道。你知道？这才对。我刚刚是以为说他在钟摆上可能会是紧张了，忘记了汉高祖刘邦，你没想到他是真不知道。看来是很诚实的孩子嘛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可以看出一点是他在钟摆上真的不是那么的紧张，所以相对的还不错了，坚持到十一点钟。好，也谢谢你的参与，下次欢迎你再来好吗？好，谢谢，再见。那记住我们的报名热线02584318148，也可以编辑我要报名发送到13372002818。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呢，就可以直接震撼一条龙江苏综艺就可以了。好的，那么心动不如行动，希望电视机前的各位宅男宅女们不要再在电视机前观看我们，或者在微博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了，还是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吧。真的游戏非常非常的简单，我们期待你在这里可以变身为我们的钟摆超人。是的，说了这么多还不如自己来亲身体验一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认识下一位选手，有请。有请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喜气洋洋的就上来了马军，是一位公司职员。哎呀，什么事这么高兴？因为报了名报了这么久，终于来到节目现场，非常开心。是自己报名来参加的。是自己报名来。觉得最吸引你的在哪里？因为一直也在看电视嘛，也非常关注这个《乘海一条龙》这个节目，然后之前也参加过这个类似的节目。参加了哪个？有参加过一个叫《虫虫冲冲冲》的节目。哎，《虫虫冲冲冲》这个项目好像是我来之前的一个项目了。是特别好玩，因为当时有很多我们的昆虫家族嘛。对对。是不是？对，有各种颜色的虫子，还有蝴蝶，对吧？那当时你挑战成功了吗？当时没有，当时没有。那今天要不要来我们舞台挑战成功，再圆一个梦，好不好？弥补一下遗憾，弥补一下。你往那个我那个方手的方向，你去看过去，有没有让你特别熟悉？觉得非常亲切，有亲切感。对，今天呢，我们也帮你圆梦好了，你就在这五只虫虫当中来挑一个你最喜欢的颜色的虫子，你可以戴它那个头套，你就想象成自己已经化身成那只虫子 ，super 虫。哎呀。挑一个，你最喜欢哪个颜色？那我就选择橘黄颜色的吧。橘黄色，对，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橘黄色。好，是你的幸运色，对，好，好，也希望你可以带来幸运，好吗？好，加油，来，请就位。哦，哎呀，这还是马俊吗？
找回当年的感觉了啊。哎呀，瞬间已经化身成一只昆虫了。你别说啊，这个橘黄色的头套还挺适合他的，特别艳丽。希望他的幸运色今天可以带给他带来幸运。马俊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非常好。感觉非常好。有没有找到当时参加《宠虫冲冲冲》的感觉了？有。你现在是什么虫子？金龟子吧。金龟子。哎呀，比那个还要刺激。比当时还要刺激。对。那接下来就要看你的表现，你要记得这是一个智力和体力的较量，还要答题的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如果今天拿到奖金怎么花？存着吧。存着对，有备无患嘛。有备无患，有备无患。接下来就要看你的表现。马俊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抱紧了，别松手，钟摆超人 Let's go。 听听题，请问神奇先生、隐形女、霹雳火、石头人是哪部系列影片的角色？神奇四侠。正确。请问著名导演张艺谋执导的影片《一个都不能少》当中饰演女教师的演员叫什么名字？巩俐。啊，错误，魏敏芝。请问 Twins 的歌曲《我很想爱她》是由哪位很有名的男歌手作曲的？周杰伦。错误，林俊杰。请问蔡依林的歌曲《说爱你》是由哪位天王级的男歌手作曲的？周杰伦。正确。铅笔不是铅，铅笔的笔芯呢，实际上是由粘土和什么物质组成的？石墨。正确。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当中事不关己的下一句是什么？高高挂旗。正确。歇后语当中秀才遇到兵的下一句是什么？有理说不清。正确。请问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的义务教育年限是几年？九年。正确。请问贾岛剑客当中十年磨一剑的下一句是什么？时间到。恭喜马俊，他真的很不错。哎，不但是坚持了60秒，而且你知道吗，答对了6道题。马俊，你自己满意吗？满意。你不过还有不过。不过什么？真的很累。我还以为他说不过，我还没有玩过瘾。我好想抱着这个东西回家。抱着这个回家。你可以带着我们的头套回家。好的，也谢谢马俊。啊，今天真的表现很好。哎，他戴完那个头套之后找到了这种感觉。是，我们也恭喜马俊成功的回答对了6道题。哇哦，很不容易。我看今天他真的会把那个头套带回家吧。也希望你可以常来我们这汉条龙做客。谢谢马俊。谢谢马俊。休息，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下一位选手。有请。主持人你好。好的，欢迎你来，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。我来自广东佛山，我叫赵子俊。你好。哎呦，来自广东佛山，后面就听不懂了，叫什么？最重要的名字没听懂。赵子俊。赵子俊。我看手卡比较明确。赵子俊。那我也姓赵，不是我的名字要用粤语怎么念？赵博元该怎么讲？赵博元。丢，哎呀，丢过。我看赵子俊的整个人的感觉，给我的感觉应该是比较文艺清新范儿的这种吧，比较宅的，比较宅，哎呀，是宅男型的。嗯，宅男还敢来挑战我们这种运动型的？是什么力量驱使你走出家门，来到我们钟摆超人的现场？就同学给我的勇气吧。同学给的勇气，因为作为当代大学生嘛，多一点尝试没有什么不好了。老是宅也不好啊，这眼睛都是我从这边看厚厚的一片啊。但是宅男有一个优点，就是他们的涉猎的范围应该还比较广，平常知识面怎么样？我感觉动漫那方面比较好一点。好，当我没说。所有宅男喜欢动漫。对，所有宅男共同的爱好就是动漫。是啊，如果今天10道全是动漫题，你都能答对吧？我看紧不紧张，我看感觉好好紧，好难啊。好，放轻松了，赵子俊加油，好不好？来，请就位。来，请就位。好的。喜欢宅着的赵子俊今天要来挑战我们的大钟摆。不，我真的是有点担心啊，他应该跟我们是属于沟通的时候有方言障碍吗？还是有一点他自己有些不自然了。希望他在回答我们问题的时候呢，尽量把答案讲清楚。他也说了，今天主要回答问题的关键是看他紧不紧张。赵子俊，你现在紧张吗？很紧张啊。还没有答题你就很紧张怎么办？
有点畏高吧。有点担心吗？他有一点恐高啦，有点畏高。好的，那不管你畏不畏高，尽力吧，尽力就好。是。好，赵子俊准备好了吗？嗯，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，请听口令，报警了，别松手，钟摆超人 ，Let's go。新听题，请问，不要问我太阳有多高，我会告诉你我有多真。这首《星星的告诉你》是哪位曾经的内地玉女歌星演唱的？嗯，不知道，过了。杨钰莹，请问，在1963年上映的超级巨制《埃及艳后》当中，主演了艳后的好莱坞传奇影星是谁？玛丽莲·梦露。苏欧伊丽莎白·凯露。请问1990年哪一位好莱坞女演员主演了《人鬼情未了》而大获好评？忘记了。Demi Moore。请问，养殖来吐司做蚕的家蚕，主要是以吃什么植物的树叶为生？正确。出现蚂蚁搬家、蜻蜓低飞这些现象一般有？正确。请问有宁波仙子玉玲珑美称的花是什么花？牡丹。错误，水仙花。请问川菜以麻辣闻名，其中麻味来自于什么调料？辣椒。很遗憾，回答错误，答案是花椒。不管怎么样，恭喜我们的赵子俊完成了我们的挑战，成功答对了两道题，恭喜！ Yeah! 有没有想象自己可以成功呢？有想象过，但是信心不足。有想象过，但是信心还是不足。现在呢，你是真真实实的成功了，现在的感觉如何？很爽。来为自己庆祝一下好不好？给自己加加油。哇，好的，也谢谢赵子俊。其实真的是刚开始可能都会有疑虑，甚至会怀疑自己，但是你不去挑战，不去尝试，怎么会知道呢自己会成功的？没错，敢于尝试，迈出自己勇敢的第一步，相信自己，你一定会成为我们的钟摆超人。接下来的选手，我们希望你也可以成功，到底表现如何？有请下一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两位主持人好。你好，我叫蒋廷玉，来自于南京邮电大学。好的，欢迎蒋廷玉。现在是学习什么专业？学习通信工程方面的。通信工程啊，哇，南京邮电学院很棒的专业，大几了？对，大四。大四，而且还学习的是通信工程，一定是女学霸。对不对？不敢不敢不敢，不是不是。关键你要知道啊，在工科学院当中，这样的女生应该是特别受欢迎的。平常你们班的劳动啊什么，一定不用你吧？你是不是就坐在那儿，很多男同学就帮你完成了？还是要自己做的，还是要对自己的事情就要自己动手吧，对对对，不能总依靠别人嘛。是的，是的。平常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吗？最近学了一点爵士舞，这样。哎，学了一点，那我们就看一点好不好？来来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哎呀，你看你看，又会跳舞，长得又好看，绝对是理工科男生的杀手。你应该是你们通信工程学院的院花级的了吧？没有没有，文艺骨干这样。文艺骨干，确实跳舞非常的棒，也希望你一会儿站在我们的钟摆上答题也可以很棒，关键也要抱住我们的指针。对，是。今天为什么会想来参加我们的比赛？因为之前看到了，觉得很有意思，就来报个名这样。有意思的事情自己一定要来体验。是的，要试一下，看看自己行不行。如果拿到奖金的话，有没有想好要怎么花？请我的小伙伴们去潇洒一下。潇洒一下。对、哎、呀。好，小伙伴们听到这个话之后，肯定也是对你充满了期待。加油喽！给我加油，谢谢。请就位，请就位。好的，我们爱跳舞的理工科女生蒋廷玉，今天呢也是来挑战她觉得好玩又好看的我们的钟摆。看别人玩的时候过瘾吗？过瘾。自己玩的时候呢？有点难。你觉得难的是答题还是抱住我们的钟摆？都挺难的。蒋廷玉准备好了，报警了，别松手，钟摆超人 ，Let's go！ 请听题，
《沂蒙山小调》是哪个省的民歌？山东。正确。请问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是谁的诗句？不知道。李商隐。请问我以我血见轩辕是哪位伟大的革命家的誓言？岳飞。错误。鲁迅。请问世界三大男高音指的是 Domingo Carreras 还有谁？帕瓦罗蒂。正确。请问穷则独善其身的下一句是什么？达则兼济他人。达则兼济什么？他人。错误。错误。达则兼济天下。请问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下一句是什么？不知道啊。人欲养子欲养而亲不在。正确。请问源自日文中对姐姐的敬称，很多人会把成熟强势的女性叫做什么？不知道。叫做御姐。请问源自日本动漫，我们常用哪个汉字来形容可爱或者单纯？哦，时间到。时间到。最后一题也没有答对，答案是萌。哪一个汉字？哪一个汉字了？萌。不管怎么说，晴雨还是很棒的，完成了我们的挑战，成为我们的中百女超人。谢谢。哎，晴雨，这个完成一圈，站在上面，在整个游戏的过程当中，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？我觉得抱得好难受啊。好难受。对，还是蛮难的。很难。但是很难你也完成了，而且你知道吗，你答对了三道题。哎，谢谢。所以我们也有300元奖金可以送给婷玉。谢 谢, 谢, 谢。好的，马上呢也即将毕业了，对不对？婷玉大四了，有什么梦想吗？我希望平静的过好每一天吧。好的，我们也希望你可以踏踏实实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。好，谢谢。谢谢你的参与。谢谢婷玉。看，这就是我们中百超人的舞台，每一个人只要你有梦想，只要你有智慧，只要你有力量，都可以来成为我们的中百超人。好的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如果你也想参与的话呢，记住我们的报名热线02-5843-1818，或者编辑我要报名发送到13372002818。好的，这里就是我们中百超人的舞台，我们期待每一个超人可以来到我们的舞台，实现你们的梦想。这里是中百超人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。明天见，拜拜。拜拜。